일본 대표들은 좀 무릎 끌고 해야 된 读舌张元怼起日本到底有多狠。节目上大家说起日本是如何建立的，张元缓缓说起历史。秦始皇일본까지보냈는데그사람이일본에가서왕이된다는얘기가있어누구요그런말이없는데徐福아일본에지금기념비도있는데韩国主持人开始吃瓜挑事儿。일본이란나라를중국이세웠다그렇게이해하시면됩니다야이거그래서교류가한2000년정도돼요可能日本代表不是很愿意听，但说的全都是事实呀。谈及近代历史时，更是犀利。조금일본대표들을좀걱정많이했었어요제가왜냐면일본대표들은좀무릎끌고해야된지않을까좀무릎끌고해야된日本代表们都不敢发声了。日本代表暗讽中国抄袭日本动漫时，张元可是毫不逊色的怼回去。하지만근데문제는사진한자비를대는우리한테허가받았어요日本代表顿时泄气的表情，看着不是一般的爽呐。说起体育项目乒乓球时，张元一脸骄傲，日本代表又来抬杠了。日本代表来过，有速度吗？拿住吧。跟张元抬杠，这不是自己找骂吗？一次日本代表示范怎么表白时，还专门挑张元来当主角。记得呀，これからずっと一緒にいてくれない？如果你能把历史问题弄好的话，我会尊重你的。这番对话解气的可不是一点点。随后大家起哄再来一遍时，赵元营业了。这没有灵魂的回应，绝了。